我知道什么是高哇塞，要不出什么样的代价？年纪还那么小，他的生意才要开始。 把他带走，把他留在没有高瓦斯的世界里面。不要让他知道他是小瓦塞，不要来找我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 不用担心这些，我不会让他有机会重洗高瓦塞，也不会让那嘎利亚和尚爱他。这就是搞搞老样按的我来这里的目的。 爱情。